可以到台前来，我们就可以帮你受洗，好吧？所以请服侍祷告，能够到前面来。主归来 ，Go， One， Two， Three， 我的名字。好，小虎带着我们，勇敢拉。要给一点 symbol。节奏稍微进节奏。Drop， 准备。来看台区的还 OK 吗？还够吗？够吗？感谢主哈、啊！继续。我们看台区要发的不够了，哎，拍照有点难拍照，你拿着这个杯就洒掉了，是不是？感谢主、啊。拍脚，拍脚。想看台区的没有关系。拍脚，拍脚。走到区的都拿到了吗？有一些晚到的。起立可以吗？以后我就要跟其他的教会讲，说新年喜乐会有没有办聚餐？就是说有，每个月都会办一次聚餐，有吃有喝的，让一切纪念主的爱。阿门。但是这真的，当我领受这饼的时候，不要随便的吃，小心哦。你要记得这个的饼，你领受。去思想耶稣，第一个，耶稣为你所做的；第二个，你也要去原谅那一些冒犯过你的人。当你领受这饼，在今天之前，先做一件事情，献上感恩，而且也是谢谢主，让你可以去原谅你觉得不能原谅的人。我们闭上眼睛一下，可以吗？耶稣拨开了饼，就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众人舍的。”我们再领受这饼。饭后，主又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是我与你们立的新约。”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。
耶稣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一家人。阿门。耶稣，谢谢你那十字架，在耶稣里哦，十字架上的那宝贝。F key， 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家庭，与神和好。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新的未来。让我们进入以后节拍器好了，各位。让我们进入到荣耀的生命。放一下，谢谢耶稣，给后者。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阿门。来。哒哒哒哒，记得离开你的位置，多找一些人。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对不起，我没有 round down， 所以我不知道。现在是飞鹰新闻。谢谢歌手，谢谢乐手，麻烦甜甜在飞鹰新闻之后上台。